一现身就炒热现场气氛。即将在7月28日举办演唱会的陈晓东，近来忙着进行宣传活动，来到综艺大热门的录影现场，与同样即将开唱的主持人吴宗宪抢先飙歌啦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。更没想到还有历史的声音。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。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。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是我怀念你的地方。连这个你也会。兴致一来，忍不住一同高歌几句。陈晓东也提到，这次开唱特别想邀请宪哥当嘉宾，只不过两人的演唱会时间恰巧选在同一天，要同台恐怕有难度。还是宪哥，你那天就去当嘉宾嘛？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七二八，挑战一下。然后我就摆着我的观众，然后说，对，你那边有很多人要抢的，我太多人了，我可以过来、啊。哎、欸，干脆你过来我这里唱，我过来，然后我过去你那边唱，那这样有意义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就交换嘉宾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去当他的嘉宾，真的本来想要那个一起来劲歌热舞一番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啊嗯，太可惜了，没关系，我其实可以那个申请连线嘛。现场哎，像跨年那样子哎，可以有、哦、可以有、哦，到时候连线的时候，我们就隔空对唱。届时真能连线对唱的话，想必绝对很精彩。而陆续开始为演唱会做准备的陈晓东，身材的部分也持续加强锻炼当中。他们今天已经说胸肌都出来了，镜头里已经好像壮了一些。昨天也去，前天有去，只要一有时间就去，很棒。嗯，用过的都说棒。胸肌啊，不错。舞蹈，宾至如归。有信心让人宾至如归的陈晓东，究竟准备了哪些精彩的演唱会内容？就等待7月28日的演出，让歌迷一一感受喽。王权的王建龙、苏志宏采访报道。